三二一笑。我这一辈子我啥都干了，做的好坏之说我尽量做好。我来的时候啊，摩托车都是一个奢侈品，不到十年这有产业了。我想把我们村的 IP 打造出来，能把那个山留下来，把它历史清单保护好，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啊。我们永远不能变的是我们家传承的手艺。有那么多人因为我喜欢上了粤剧，是我不曾想象过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文化的自信，这是别人没有的。While Kenya, we have a lot of engineers, but we still needed some more training, especially on the railway engineering side. 像外国友人，你给他们提供了帮助，他这边会特别感谢你，就觉得啊，做这份工作也是很开心的，就这种。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啊，在家门口，是吧，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。大千世界这么好，我能在世上多活几年。我觉得可以继续传承粤剧，让更多的人认识粤剧，传承下去。我们正在实践这个终老命运共同体，是实践者，也是守护者。